圣纳库马拉 Senate Kumara 信息，关于没有压力的生活，传道作者 John Caslow， 译者 Nick Chan， 于2021年5月13日。受够了吗？对自我认识的深度渴望已经开始，你苏醒，返回平衡与平和，你的生活变得愈加充盈，直到你完全充满自己，这是这则信息的琐事。我是库马拉，地球的李泽。之前我行走在人们的前面，现在我还会行走在人们的前面。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扬升阶段，我们是同一个大家庭，没人可以独立于这个真理之外，除非他坚持并想要体验分离，从而行走眼泪的山谷。这则信息是给那些受够了苦难、痛苦、不幸的人的，是给那些想要看到生命的含义、想要明白他们的命运是一个成长机遇的人的。没什么东西的发生是你的灵魂不知情的，所以你体验的一切都是被更高之地精心编排的。对许多人来说，生命的更深含义躲避着他们，所以他们迷失于在外在世界寻找答案。许多人根本不静下心来，不去寻找寂静与内心的平和。尤其是现在，当人类的未来以及个人的未来看似不确定，许多人求助于外在的活动而不是向内。今天，革命先发生在你之内，如果还没有在那发生，它不会在任何地方发生。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深刻地面对自己，你也没必要到大街上去反对这个或那个。这是重点，这是今天所有努力的琐事。你知道，但你依旧紧抓旧的习惯，不安，总是在做事情，错误的饮食，过时的生活观念，过时的信念。活动会埋藏对神的渴望。神依旧是一个陌生的遥远的存在，你对自我认识的渴望被埋藏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之下。你可以说是的，但我必须担忧生存，现在整个世界在分崩离析。你可以说我有公司、家人、孩子，他们需要保护和我的工作。你可以辩护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同胞人类。你可以把这一切以及更多带入探讨，但最终一个真理会存留，你的过多活动盖过了你对神的渴望。亲爱的人子，只要你总是生活在快车道上，你无法理解你生命的含义。每一次，每一个化身，每一个生活提供了你足够多的借口来不面对自己，而是去忙于外在的情况。这是你一生又一生所处的欺骗，直到你看穿需要被看穿的。健康的原则就是依心而活，但很多人躲避内在的自我，因为他们不想要处理内在的建筑工地。继续旧的生活更加舒适，即使一个人内心知道这是不健康的，无法长期进行下去，大多数人忍受直到不再奏效，直到他们被命运迫使去重新思考。这是高度有才华的灵魂被赋予了更高的指令迷失的方式。他们通过浪费所有的精力致力于外在而不是探索内在变得迷失。你通过点亮你的心来与神连接，这个智慧对许多人来说很熟悉，但很少有人做到。点亮你的心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移除堵塞，与你灵魂的知识连接，这意味着进入神无穷尽的爱。如果你总是远离自己，你如何理解此刻？只要你使用较低的感官头脑去辨别，你迷失于局限性，你无法猜到什么会发生。这个游戏如何结束，你来决定。所有人决定他如何继续，第一个以及最重要的决定，关于自我探究，
落入你的心中。因此时间的车轮转弯，只要你推迟它越来越远，你想要被困多久？今天许多人感到精疲力竭，不知所措，整个人生是一个超载，许多人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你现在可以做什么？负起责任，负起责任。永远不要说环境是罪魁祸首，或者他或他们要负责，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解决方案，你的意识拥有解决方案，你无限的头脑等待着你敞开内在的管道来聆听它。今天无论什么令你倍感压力和紧张，取决于你要不要改变它。这是第一个以及最重要的领悟，不要再成为受害者，变得自主，不要被你的情绪或根深蒂固的模式以及信念摆布，而是一个接一个的溶解它们，直到只剩下你。第一个课程就是勇敢地为你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负责，然后你的视野会变得更清晰，你的感觉会回归正轨。如果你完全专注于自己，如果你开始自己的救赎工作，你总是会处于正确的道路。永远有压力以及超载的真正原因，总是不怎么与内在的神连接。因此，使用每一个机遇去和内在自我连接。每个人都有这个机遇，即使他认为他被淹没在工作中，或者日常生活阻止他这么做。你到底想要什么？第二个课程就是扎根于以下问题，你想要在此生实现什么？你想要了解自己，如果有必要，改变自己吗？还是你更喜欢通过一个不安的存在隐藏内在的问题领域？回答这个问题，真诚的回答。现在没人在听，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除了你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人类？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切，决定这则信息是否是给予你的。亲爱的人子，压力和过度的要求，如果他们一直在发生，无法被控制，会对你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你的身体无法再运作，心理枯萎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长期的过度紧张需要治疗。如果你明白，那么这只取决于你选择哪个治疗师：神、神圣的光、天使的爱、大师、创造者存在，还是地球上有这个能力的人，可以鼓励你去看，并带你更加接近你自己。所以，你如何继续？如果你意识到你需要移除生活中的压力和超载。一、祈祷，请求造物主帮助。二、准备好改变你的生活。三、内在的平和、平静、宁静必须真正去在意，否则请求任何东西就没什么意义。天堂与你同在，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协助，光希望是不够的，必须渴望内在的疗愈。只要你需要活动来感到有价值、重要、被接纳和被爱，你对痛苦的学习还会发生。你如何定义自我价值？这是唯一合理的问题。你对自己来说充足吗？你爱自己吗？你经常想要成为别人吗？在这些反思中蕴藏着理解你这幅德行以及想要救赎和体验什么的关键。第三个课程就是接纳琐事，这是最难的，因为接纳你的琐事，当你时刻想要成为别人，是艰难的。伴随着这个第三个课程，我们回到了原点，再次取决于你去为自己负责，从无力到力量，从无助到自主，一个受害者变成纯粹的神圣意识，提升超越形态和事物。七天压力斋戒疗法。
总之，我给予你一个简单的练习，做一个压力斋戒，意识到你的压力源，把它们放到一边一星期，写下你感到压力的东西，扰乱你生活的东西。长期过度工作会导致慢性疾病，酸臭的钱导致过酸的身体，无法控制的情绪流露，意识到这一切，然后开始压力斋戒，把压力跟放松交换，与其不安的运行，花时间与自己相处。你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腾出这个假期，你的环境，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应该注意到你不再为一切和每个人负责。这个七天压力斋戒疗法会带给你新的想法，在你之内创造一个自由感，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拥有的东西。通常是微小的简单的东西会带回你的生活质量。一个沙滩上的长假有什么用？如果随后你再次拿起旧的错误的生活，你总是可以在限制和捆绑自己的地方自由自己。通常是你的日常生活、日常的模式和习惯让你生病或保持你的健康。一个长假，每年一次，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案。在问题的源头解决问题，还是你想要在沙漠里抓鱼？JJK， 许多人抱怨压力，但他们并不愿意改变什么。有没有压力是合理的情况？库马拉，一个总是感到压力或有压力但没有意识到的人，总是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无论原因有多高尚，不善待自己和虐待邻居一样严重。像爱邻居一样爱自己。如果爱不充足，总是会有一个短缺。对一个有压力的人，爱自己总是会缺少。无论如何，有着一个人短暂体验压力的情况，这在一个经历如此转变进程的世界上很难避免。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个人能够多快速摆脱压力并找回自己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一个总是与神交流的意识可以处理压力，一个局限于外在感知的意识会被压力吸收。因此，在你的生活中创造一个新的能量场，想象一个新的日常生活，意识到压力吞噬你的生命，直到什么都不剩。平和、喜悦、自由、宁静、幸福。认识到神，一个焦躁不安的生活在妨碍你获得这些。所以，人类，你到底想要什么？喜悦的生活，亲爱的人子，让自己完全参与生活，爱他，爱自己，把错误的习惯转变到正确的习惯，你的生活会是一个快乐的庆祝。没人在要求你踩着刹车开车，但有时候及时认识到危险是好事。伴随着来自不安、压力、超载的危险，出于误解的生活概念，有必要拿回你生活的方向盘并踩刹车。也许你过着别人的生活，也许你认为你必须拯救世界，但你还剩下什么？在完美的爱中，库马拉。谢谢收听。感恩祝福。